是政治现金大公开，那我现在去 C。就2014年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一次就是切豆腐的动作，然后据说24小时之后就破关了。但现在3年后的，我们要做功能辨识，所以我们最近出了一个报道，就是速读政治现金。啊，不过跟2014年不同的是，我们这次只做盈利事业的捐赠部分，然后是所有例外。所以这个资料是要做参考的话比较容易，所以最近有什么虹膜辨识提案啊，或是劳基法修法啊，就有很多的想象，可是不能做成报道。那这个是其他人在做的，用相关资料做的东西。那现在资料跟code都在 GitHub 上面，所以我们好像发现了冰山，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冰山下面还有那个90%，所以我们好像挖了一个大坑。但不是这个坑，这个是养鱼矿泉，连载20年。然后大家知道，远东集团是捐赠最多的。对，那如果不知道这个坑的话，可以欢迎看一下我们的底下没有资料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想要做继续做一些资料分析，所以我们希望拿过去2届的东西的资料，然后还有立法委员在立法院的发言记录，然后还有表决记录。所以，我们会需要一些人。如果你没有专长的话，可以帮忙做资料整理，这个只要有人工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会需要一些写code的，做刚的资料分，那个发言记录的部分。然后如果有做政治研究的话，也非常欢迎。或者是如果你只是想要给一些 wish list 的话，或者是你觉得你有特别的视角想要来做这些东西的话，那程式码的话都是 MIT。然后资料的话，就是因为资料是监察院的，所以可能要跟县长律师嘛讨论一下那个资料的类似资料怎么做。所以还有1分钟，等我讲完。好，谢谢。